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要录啊！干什么？没有啊。在面又来跟大家说 hello， 我声音变好了。你什么声音变好了？声音，你很喜欢声音？声音，谁谁？你刚刚在想什么人名？声音，声音哦，声音，声音。我刚刚听什么张央声音？我想说张央是谁？声音啊，来声音哥，我们今天来什么？我们今天就随便乱玩好不好？东海乱玩，东海乱玩。我想要等一下到处去破坏人家各个机台。哎呦，这是我的目标。哇，哇，有问题哦，赶快跑人。该跑了吗？地头蛇你怎么说？我想听听地头蛇怎么说。啊，我想听听地头蛇怎么说。不录了，不录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是蓝色的，不录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。东海哥，东海哥，这可以吗？这是我很可以啊，但我不知道你很可以，是不是？我操！这个很大大牌哎。对啊。爪子很大哎。感觉有哎呦，来一个倒钩 ，Batman， 我让你倒钩，你们最会的 ，Batman 最会的，因为蝙蝠都倒钩。你是不是想要被我拆掉？不可能！哇，白哟，哎，差一点，哇，哦，这位置是，我发现他这一盒是辣台妹，我刚刚都没发现。辣台妹，我刚刚都没发现哎，很辣哦，辣台妹。哎、欸，没办法是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呦！干什么？卡线了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他过来了。他在玩游戏。他挑衅你啊！他挑衅我。快点哦！快点！快点！哦，好啊，好了，站长。走啊！告诉那个辣台妹，你才是。送头者。白妹，这什么情形？很好听啊！你这么厉害？那我处理他。好，处理他。哎哎，对对对，你好，说我处理了，我说我处理。你不行。我打给他，叫他。啊，你叫他处理是吗？叫他出来。好，叫他出来。你是来搞事的是吗？哎哎哎哎！耶！哇 ！Batman 呢 ？Batman 这可不可以说一下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我用的，这里用的，是你造成的，是吗？我打电话造成的，是不是？说错了，好了，我们出货，我们开始进行破坏动作。来了，目标进去哦，深入啊，哇，深入敌营，深入敌营，我目标啊，插入左边那个缝隙，弄下来就全部弄下来。真的是破坏品，要不假泡面，假泡面，哇，他太老了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不行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好像不 OK。我要处理一下，第二个帽子也掉了。好，假泡面，快！后面这边直接改假泡面了，反正也是一样公仔嘛。地头蛇这样对吗？他说背景物件，这个就不能加了。对呀。我就把表面夹到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背景物件。那就硬夹。这样会不会搞？他说背景物件。对啊。他说掉出来就好了。他说背景物件。哎，在哪里？只好偷偷把它擦掉。好高，没有。他说背景物夹吗？啊，我是不太确定的。我保夹物换，哎，擦不掉。我想要把物擦掉。他说保夹物换背景，物夹换取。泡面，对，物夹换取泡面。哇哇，整个柜子都出货了。好啦，金箍棒，我们就把金箍棒一直一直夹出来了。出一根晒衣杆。对。夹出了一个泡面。耶！泡面，一个是 Batman， 一个是泡面。哇！打折随棍上。你是怎么样？你到底是怎样？喂，铁棍谢师傅。哇哇，他是过场球大了。对，等一下那个卡在那个，哎、欸，过电眼了，这里。过电眼了。电眼了。
好不好？哇，电眼坏掉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拿不出来。那个Batman，这个怎么说？不全部弄出来，人家坏掉了，你要怎么弄出来？怎么弄出来？棍子也拿不出来，坏掉了就只能这样子了。对啊，因为它保持这样子。对啊，那个泡面这一组，还有一个泡面啊，我看看那个公仔是有什么的。夹下面的西瓜好了，夹西瓜是不是？对啊，现在彻底的破坏它。哎呦，哎呦，就没有。为什么它的盒子是大理石啊？怎么进的？到底是赛道的还是实力？哇！白美人说一下，这怎么回事？九九拍运气，一拍努力。哦，这个用吸的哦，多吸多健康，吸果汁，吸果汁。哦，紫色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哎。今天我们难得来东海一趟，他难道不能让我们十块就进这个吗？那也太高了吧！就是十块出下面这个吧。好，来交给你喽，考试。考试仔，快点！考试！啊，回去了。没了。考试仔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练舞啊。我一个，你可以沟通一下吗？对，再一次，有没有？再一次哦。好，没问题。不要辜负我。好，可以。不要辜负。你就我一次。哦。咻！哇，还回去坐边。来边。什么加的吗？对了，你医生拿预估都错。他乱夹。走人。夹夹看这个。好急哦。真的是要夹什么？真的好急哦。不知道哎，就莫名其妙。那个好重哦，这个弹跳是什么弹法？对啊，这个整个在晃。他为他自己设计的镂空啊，自己坏掉。哎呦，嘣！哎呦，哎呦，那这样要怎么过去？他这样子就是靠这个，这要怎么挂过去？超难的，他已经算过重量了，这样怎么挂过去？这个物理怎么算都出不来。对啊，这样怎么挂过去？这个大概只能用丢的话丢出去。娃娃就不行。哦，这有什么好不决斗的？只有胆小鬼才不敢决斗。来，白美，白美说一下，这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个说一下。你说啊，你说。有个配对。耶！不走，你可以回来。危险哦！危险哦！再来。近一点。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来，给他一点颜色，小小。哎呦 ！Batman， 这个怎么样？你觉得可以啊？不是不录吗？不是啊，可以录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录了吗？录了吗？多录一下。一定要录就对了。那他长太鸡了，他长出来。多录。这又是一场精彩的故事喽。这怎么办？这样子该服了吧？哎呦！抓上了，下去，来了，有，那他在转边，他感觉跟下面的摩擦力有点大哦，所以背面平常都是在摩擦，那时间到，我比较快了。时间到对啊，时间到更屌。历史的画面又出现。你把它耳朵拨一下，拨一下就可以了。耳朵拨一下，拨耳，绕过去。来，绕过去。喂，拨回来。不，拨回来。过不动了。过不动。够不着啊。这你应该可以了吧？你可以吧？我不管是风险规避者，我是风险规避者，规避者是不是？压住！啊！喂！他太长了，太折了，他太长了，有没有直接从中间压下去？哇！耶！终于死敌级，超长的，半个人高的死敌级。台主是女生，真的不好玩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同学。
可以不要再闻了吗？不录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。做我的功劳。对啊，不录了，不录了啊！今天影片到这边，不录了。今天影片到这边。无心之财，他直接搜索阿轩，直接搜索人家的 LINE， 好不好？我是看你们有兴趣。我看，我看，你们看名字是女生啊，真的是女生呢。这个他专业的，这他专业的瞬。大数据，大数据，所有的数据 ，FinTech， 对，瞬间全部都在他手里，还有一本传送的那个秘密笔记本，对，这是他专业的，好不好？不录了，不录了，拜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别忘了 FB、IG、虾皮卖场都在下方说明中。好，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。阿贝，女生台主的味道，哎，阿贝，观众的福利啊。阿贝要干嘛？这个阿贝，就这样抽吗？哎。抽一个出去！阿飞怎么这帮我们乱抽？阿飞帮我们乱抽！阿飞帮我们乱抽啊！哎，各位观众，哎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帮我们留言一下，就送这只女台主的四级旗。阿飞，阿飞卖啊！阿飞，阿飞卖啊！快带走，快带走！我掩护你，我 cover 你，送给大家哦。